出。好，谢谢，请主席邀请一下我们院长，请苏院长。好，院长早。哎，委员你好。哎，我来自中壢，过去担任过中壢市市长，长期在基层为乡亲做服务，所以我把握每一次的机会为地方增建设做建设。这是我第一次站到立法院的殿堂，我愿意把握这个机会啊，来开始从今天开始就为地方做建设，带来我们基层的一些民意啊，也希望能够获得我们院长的帮忙跟支持哈。那当然，我在做中壢市市长的时候，就已经听说，大概七八年前，中丰交流道五羊高架的中丰交流道，那时候好几次啊，好几次都说要做了，要施工了。当然，七八年下来也改朝换代了，但大家还在等待。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当然知道进度是有，但是非常非常的缓慢哈。所以特别借这个机会啊，今天在荧幕上面，我想这个院长看到我们，包括我们议长跟所有的议员，八十几位我们在地的里长跟附近关心的乡亲长辈哈，特别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希望我把基层的声音带过来哦，因为时代已经等太久了。所以我在想，这个大家等了这么久哈，那到底还要多久我们五羊高架从中壢下来这一座中丰交流道哈才能够落成？这个部分我想我是跟所有的乡亲一起期待。不过要先谢谢院长，也谢谢部长哈。事实上在去年的六月份，在中丰交流道的可研里面哈，也谢谢我们高工局他特别委托的这个专家学者，已经确定了中丰交流道的必要性，其中有四大理由。当我们看到第一个理由，他就开宗明义说，因为这是一条交流道，如果下来三公里三分钟就可以进青埔高铁区，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区块，所以那边有21.88公顷的一个产专区，未来可以产生100亿的产值，700万一年的一个观光的游客。我没关系，不要了。那我想在这里啊，也特别来谢谢我们交通部啊，你已经肯定了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第二个是我们桃园市政府已经在我们机场捷运 A21 站规划了国道客运的，可以讲说哦，没关系，客运站。如果中丰交流道完成，中丰交流道叫下来的话，500公尺到600公尺就进这个转运站，可以让我们一高上面各类的客运，他愿意在我们南桃园下来去载客，让我们整个国道客运的利用率也能够提升。那第三个当然是我们现在因为机场捷运 A20 A21 站两个都已经核定，正在区段征收了，正好就是中丰北路交流道下来左右，一个是500公尺到达，一个是1公里就到达，两个从化区有100公顷。那最后一个呢，它也能够顺利解决现在内力交流道、中壢交流道哈，在尖峰时刻比较拥塞的一个情况啊。这是你们的可行性评估，然后你们结论是它确实有必要，那所以我特别感谢了。不过今天为什么感谢了还要带来地方的这样的请命呢？因为哈，你只给了我们北向的半套，就说以这个图向右手边往北边的连接，从南桃园出发往台北走，或者从北边回到我们桃园来下来往北端的连接，你给我们。当然你说这是第一期，那未来还有第二期，哪一期？但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是不是院长您了解这个案子吗？还是部长说能不能
给我们全套，今天的主题能不能就给我们北上南下全套的连结？报告委员哈，这个北路南出就是已经通过可研，现在四月就会进行这个建设计划来报部审查。那有关于就是南向的匝道，因为现在我们交通部也在规划五羊高延伸到头份，所以就并入这个部分来做检讨规划。所以在政策方向上，我们希望做全套，但是在顺序上，我们当然北路南出的就先行，但是五羊高的延伸，现在我们交通部也已经审查通过报院，进行这个院的这个核定当中，所以这个是列入到五羊高一并规划，才不会到时候做两次中间会有一些冲突。好，我想这个我们院长跟部长，其实我们地方的乡亲因为听这个已经大概8年到10年的，我倒不是讲说跟院长有些是没有关系的，这故事有时候听太久，在早期的时候大家听到的故事说，哎呀不太适合，因为当时我们中立的战备道存废的问题还没有废，可能你们还在等一下。第二个是机场的捷运几个站体还没有定位，交流道怎么画，请你们等一下。那等了5年之后，理由有时候变了，所以我在想，我要拜托我们的院长部长，在中丰交流道对于地方可以讲交通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全套的，不管是往北边的连接往南边的连接都要。那当我今天要提出几个除了你们今天可行性研究刚刚四大要点之外，因为你们有漏掉一些，我希望你们在，因为明天听说国发会就要开会了，我也不知道，我相信部长不会骗我，因为我听说往南延到苗栗头份的根本没有把往南向的中丰交流道划进去，如果有我在这里鞠躬谢谢你，如果没有你赶快划进去，因为你刚刚已经说了要把它一起来做一个处理，我也认为现在处理是对的时机。为什么呢？因为有地方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建设哈，你们看到现在图上是青埔的区块，现在在你们的可行性评估里面已经纳入的就是暂全的21.88公顷的产专区，但是这只是大青埔区块里面它的一项的发展而已。那我这边必须要来说，在靠 A19 站整个的包括中央政府的很多开发的一个重心已经启动的都在这里，还有很多桃园市政府在带动地方的，包括引进了日本的乐天桃园队要做一个多元化的体育观光，那我想这个部分带来非常多的人潮。左下角已经在今年年底就要完成的可以容纳15000人的露天剧场流行音乐的，在右上角大概3年以内会完成的我们桃园市立美术馆投资的大概35亿，因为目标不是光给桃园人自己看，南来北往的乡亲长辈都欢迎他来桃园。再来右边是当然私人投资的，就在刚刚产专区里面的一个部分。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两个最重要的建设，因为是由中央发动、中央启动、中央投资的一个部分。如果没有中丰北路交流道南来北往连接的话，我会觉得他投资这么多的效益会不会打折你们看一下，桃园会展中心今年1月6号，我想这个经济部部长也到现场去。这个部分是由经济部跟桃园市政府合作的案子，桃园市政府出地，经济部拿了40亿，我觉得很棒，来建设这个地方，未来打造开会2000人，另外一个宴会场200桌也是2000人，有600个摊位。那我在想未来引来的人潮有很多要从南边的，不管科学园区，不管是我们桃竹苗区、中彰投甚至高雄要来的人，你要让他最快速度能够进到青埔，3分钟进青埔就要靠中丰北路交流道那这个部分是你们已经投资的，我希望这个部分据说是112年桃园市政府他们在施工，他们希望可以完工。那经济部相关的回答是国贸局114年希望能够营运，再怎么说都这4、5年的事情，
希望有个交流道能够配合。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包括院长也知道，是我们蔡总统上一届上任亚洲矽谷计划，现在推了很久，在2020年的重点的计划就放在桃园的一个青埔，这个部分已经在这几天在桃园的报纸整个出来了，因为全部的经费事实上产生一些争议。当年我还是桃园市议员的时候也讨论非常久，因为中央似乎在这个创新研发中心经费给不给上面一直有一些争议，所以整个从第一期工程到营运的2.9亿，总共46.7亿，全部由桃园市政府下面的桃园航空城公司全部来支出，也就是帮中央政府完成亚洲矽谷这样的一个计划，全部都是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在出的。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拜托院长，因为有一些这个地方跟中央建设大家是真的是一体的。那这个我们创新研发中心盖好，它对面就是那个大的会展中心，会展中心旁边又是吸引人潮的棒球场，这么多的一个人流车流要进来，我觉得是不是今天能够在这一场执行上大家下个决心，能不能让我们中丰北路交流道南边来的一个所有的车流都能够进来。当然这边我们也特别看到，这是我们院长您盖章行的文号，那这边特别有写到就是刚刚我们部长所说的，但我真的希望能够落实了，就说第一期已经推动了，第二期南向部分并同五羊拓宽工程往南延至头份计划推动时在检讨办理。那我现在知道已经推动了，已经在推动了，就说南延到苗栗头份的你们已经在启动了，在推动了，拜托拜托，因为你们之前告诉我们说不好意思车的位置不够了，北上列车只剩一个位置，中丰交流道只能开北边的，那现在南边的车又要开走了，如果你这个可行性研究评估又不把我们南向的这一半纳入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会让我们苏院长很难做人，所以在这里我是不是直接拜托院长这个部长能不能配合地方的在评估漏掉的几个大的你们亚洲矽谷计划已经正在盖了，包括了会展中心这个当时没有评估的部分，是不是能够尽速把欠缺的中丰交流道向南的这部分把它启动，这样可不可以？是我们虽然这是两个案子了，五羊高的延伸跟这一个中丰交流道的第二期，那我们会就是同步来进行，因为现在五羊高已经抱怨，那这个同步规划，而且这个附近最近确实建设很多，那所有的车流、人流、物流、金流都是一致的，那这个地方是可以说是桃园新兴开发人口大量的增加，所以交通的改善我们也会列为重点。这个部长要超前部署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这个现在已经不是超前了，我刚刚跟你讲的所有的你中央的包括桃园市政府地方推动的以及民间在做的 IKEA 桃竹苗最大的旗舰店今年年底就要开了嘛，那交通的建设去为这样的自己已经开发有上千万千亿产值的一个区块多开一个交流道，我觉得是真的非常有必要性，也是现在超前部署的概念，我觉得现在就是对的时机。那我要特别强调我要拜托部长因为事后我要拜托你要给我看一下这一次你们马上现在就要启动国花会明天3月11号就要开始初步的了解审查你们这个五羊高架拓宽向南延到苗栗头份这个计划喽，你刚刚跟我第一句话就有说一并会来纳入我真的是希望不管你此时此刻有没有纳入都来得及，因为才刚启动，我是不是可以拜托部长？报告委员，我刚刚讲说虽然这是两个案，但是它会互相影响，所以我们会也加速中丰交流道第二期的推动。好，
为什么我很怕？因为哈，咬文嚼字我比较不会了哈。因为推动中啊，你讲推动中，跟如果延伸线推动完才排到中丰交流道啊，我坦白讲，我想要命好一点才等得到。因为最近问高工局说，如果顺利，如果环评顺利，如果一切顺利，刚刚讲说延伸南移的这个部分，可能总共要12到14年。那如果之后才要再来研究中丰交流道南边的交流道的话，我觉得绝对不行。所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好不好？好，我在这边特别麻烦院长，因为到时候还是要你支持嘛。哎，特别拜托部长要把它纳入一下，好不好？那我想今天第二个议题，第二个议题其实是跟我们环保署长比较有关啊，但是是以高速公路为例啊。哎，好，今天我要谈的第二件事是一个噪音环保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为什么在总质询谈呢？因为它实在是全从台湾头、中彰头到台湾尾都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事实上有点奇怪。我会尝试的在地方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发觉蛮困难的。现在在噪音遇到跨县市的高速公路轨道工程，你们现在因为噪音防治法、噪音管制法里面规定，把噪音管制区的分类它的划定公告交给地方政府，我觉得合理。因为每个城市它有它的特色，有些要做农业区，有些观光区，有些是工商重镇。一个首长他了解他自己的特性，他去划定大部分他的噪音管制区，我觉得有道理合理。可是现在发生一个问题，民众的不断的跟我澄清，如果一条高速公路是从基隆飙过了14个县市一直到高雄，同样一条高速公路，同样是交通局啊，对不起，交通部，我们这个高工局管理的，那旁边的人民他的权利、居住权、他的安静权会有不一样吗？我相信院长你做过屏东县的县长，你也到北边做过台北县的县长，你也在基层做过民代，现在在中央政府算是首长、行政院院长，我相信你的答案我不问。台湾头跟台湾尾人民的权利是一样，国民应该享有相同的一个权利。现在发生什么事呢？跨县市的这几类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现在前瞻计划里面很多正在做，甚至台北市已经完成、桃园市已经完成的轨道工程，它的噪音管制的退缩的缓冲区距离不一样，距离不一样，那我不知道要怎么办呢、简单来说，一般住宅区都是第二类的噪音管制区，一般呢、它需要比较安静一点。那第三类就是住宅跟可能商业混合在一起，你愿意住在那边，你就自己要忍受稍微吵一点。那第四类是最吵的，目前就是交通工程跟其他的工业区，那你自己愿意选择住在工业区，那你如果叫环保局去测噪音，它的噪音的标准自然很难达到安静嘛。可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很多的轨道工程、快速道路，因为要载人，很多都往人群里面去钻，直接就冲到住宅区里面，这就产生冲突了。第四类最吵杂的跟第二类需要安静的，他们直接在一起了，交接了。所以在环保法规有一个规定，就当交接，但是噪音不可能瞬间在这个墙壁消失嘛，所以就会画一个退缩。就谁退缩呢？我住宅区我讲通俗一点，我就认命啊，我就认衰一点。好，这本来我住宅区的，但是我碰到第四类，我就去要退缩一定的距离，把它归类成第三类，大概平均炒个5-6分贝。那如果你在这一定的距离之内，你就必须忍受比较吵的生活。不过这个权力交给谁呢？交给地方政府。交给地方政府发生什么事呢？一条高速公路，一国五制，
最下面黑色的线条是有五个县市，它根本不定啊，它没有统一的规定。那绿色的部分是台北新北，它就15公尺。你高速公路旁边15公尺，你第16公尺你就享有原本住宅区比较安静的第二类的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宁静的程度。那可是最严重的，为什么我带过来讲呢？因为我在桃园市环保局也说过，我们感觉他们好像有很多困难。他说全国都好像定不定也可以，就这样的。你们看到了桃园第一名啊，60米，60米对民众的影响权力多大？他的居住权，他需要安静的权利，影响多大呢？非常非常严重。我想署长，因为你是环保专家，其实我不是，因为接同样的陈情接太多了，只针对这个议题去研究。不，你觉得对一个我们的国民啊，他如果因为住在新北市，哇，我住在20米，不好意思，你就要来帮我装隔音墙，为什么？因为你超标嘛。可是我到桃园，不好意思，我同样的距离哦，哎，我不用帮你装隔音墙，因为你被划到缓冲区，你要多忍受5-6分贝。这样的，我想署长，你要不要跟我的陈情民众，跟他们，让他们，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回答。你觉得这样的好不好？还是你跟各县市政府，你觉得怎么样比较好？说一下好不好？是啊，谢谢委员。我想这个当初噪音管制法把这个让地方去划，就是因为它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好比说它的即便是住宅区，它可能民众的群聚的情况或是距离的情况也不同，所以授权给地方去划。那刚刚委员提的这个就变成说，可能在地方他在执行的时候，也许是好比说他当初在定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多人，所以他容许他60公尺，他觉得没有问题。但是人慢慢群聚之后，这就产生冲突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原来当初是善意的，让地方可以跟工程有一个比较能够妥协，那工程技术可以去控制，达到保护民众的这个目的哈。那我想刚刚提的这个，也许是在他们的这个调整上面，我们也许可以来跟他们再去沟通，就是说到底是不是他原来画的时候状况不是这样。但是今天你盖了之后，跟民众的这个聚集的情况产生冲突了，那是不是应该比较激动的去调整？那因为让他们自己去画，就是说，因为你工程施工其实有些是透过工程技术，它可以去改善那个，就刚刚委员提的噪音这个防治墙啊等等啊。那也许因为他画的比较松便，他不需要去做，那就影响到民众的这个安宁的部分。我想一个是我们可以跟他们谈，那在环评的部分，其实我们也会去注意这个部分，但是比较怕的是说，当初也许在评估的时候，他人没有这么聚集，所以影响没这么大。但是你施工做完之后，哎，民众的这个居住靠近了，它的冲击就比较大。哦，所以这个我想我们可以跟地方就个案的部分，让他去调整，看是这个可以跟工程单位协调，那么做适当的保护，达到保护民众的状况，或者说必须法规去修改，那让他把这缓冲区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好，这个我们可以再跟署长，我是觉得哈，这些例外你要拿回来管理了，你不是协调，如果协调结果他不要，你觉得不是？你到底觉得像一条高速公路，国民享受不同的居住权？今天我在这边是非常理性的提出来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们觉得说啊，森林卡衰嘛，你就搬到哪里去？我觉得不要这样，好不好？因为轨道工程最吊诡的是，这些跨县市轨道工程都是公家机关在做的，没有私人企业。然后你公家机关去量测啊，你这不用装，公家机关又省一条钱，不是这个民众听起来很气，你知道吗？都是公家机关，你说哪一个不是呢？快速道路对不对？高速公路、捷运啊，当然高好像高铁不是了哈。可是这个部分高铁你有，我们交通部也有持股了，所以我觉得署长，我建议一下，这种跨县市的问题。就好像道路有省道有国道那个概念，你不能够任由说、啊、不好意思，我路开好了、哦、你到桃园新竹你们自己去保养、啊、不保养、哦、你路坏就坏了、这个我听起来怪怪的，是跟能不能再有魄力一点，要怎么样去
好歹统一嘛，大家协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可不可以朝这个方向来做？各委员报告，其实原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在比较可行的范围达到保护民众的目的嘛。那如果说我们整个去做统一，当然是可以，可是问题你整条化统一就变成一定要用最严格的去整条都适用最严格的，因为才能够达到比较需要保护那个区域的保护。那这样在整个工程都必须要用最严格的去施工，那他在他的目的跟他的投资是不是恰当，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了哈。所以刚刚委员所提的这我们可以去检讨，但是如果说这样子做，因为你整条如果有一个是要最严格的15米，那所有的都变成15米，那有些地方也许它不需要做到15米，那就变成说那工程就要哦，署长过度投资，这我们可以去检讨。但是当初的目的就希望说所有的都达到相同的保护，那因为它情况的不同，让它有一个弹性。我知道，我在很理性是的跟你讨论，我也帮你做功课，也许你都有数据。那你觉得这样的合不合理？就这样而已嘛。有人十五人六十合不合理？你如果住在那里面45米的时候，在桃园的话，你会不会开心？就这样而已。桃园管制我是管不定的，但授权地方化。好，那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哈？因为用那个数字想象不出来哈。特别拿两个跟我澄清案子，直接拍给大家看了。你觉得合不合理嘛？法律授权。这是在中立的一个案子，澄清案。大概是第三次啊才过，因为哈、哦、它是斜的，一高，有一边量起来，它两楼下的话又近一点，又楼上的话又远一点，到底要怎么样去符合？到最后第二次还第三次，好不容易量这一端，才达到桃园要求的60米。各位了解我意思吗？如果你只量这一端，测量的人说抱歉。这是属于高速公路，在桃园，你要到60米以后，才适用第二类噪音管制区。如果你是距离这么近，不好意思，胜利卡虽算你倒霉，因为哈、哦，如果在台北没事，15公尺，你就是优质的噪音品质。你在桃园要60米，60米都快要弄到对面了。我觉得这样的对不对，合不合理？那当然，这个部分也要拜托部长，因为第二次来第三次终于过了，过了说依法规定180天以内要来改善，现在已经一年了，我事后给你这个资料好不好？到底为什么已经好不容易验过几次，那到现在它的隔音墙还没去装？第二个是轨道工程，这个就是一国几制哈。轨道工程，这是桃园的现况，这是机场捷运。机场捷运，因为它是一个交通建设，所以它是最吵的第四类的噪音区，很吵。那你到底怎么样可以要求它来改善噪音呢？怎么样才能够要求捷运公司，或者现在在铁道局，听说还没交接了，又是林部长的事啊？你都还没交接，要请他来，他说我不敢。不敢的原因是什么呢？哎，说真的，我看这个，如果你不会生气的话，我就真的佩服你。这么远喽，各位，这个打问号啊，这一栋住户再打一个问号哎、啊，我距离这么远了，难道还不够？听到噪音这么吵，这样的还不够吗？他说对不起，因为在桃园是上面黑色这个线，因为第四类噪音管制区、住宅区第二类噪音管制区碰到第四类自动退缩，退缩距离呢？桃园规定60米，就是黑线60米，已经到那个住宅的一半，所以你住宅在外面测，他讲他用的噪音标准是比较吵的那个标准，差个平均分大概5分贝吧。我想署长知道，可是你轨道工程。在新北市、台北市是30公尺，它的退缩、它的 buffer 30公尺，你在30公尺之外，你就可以有较优的居住权，能不能不要这样的？因为一节是从桃园出发，经过新北市到台北市，虽然台北市都是地下段，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跟新北市比起来，你会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一过林口之后，哎，他们30米，
就可以要求铁道局依法，你不改善你违法，可是我们不行。所以我想哈，今天我也把现场图带到现场，好，我也从不懂这个法规搞到懂。那我先今天带来这个，我真的希望组长你真的要正视这个问题，尤其像这样的跨越三个县市三个直辖市的轨道工程，你允许他这样吗？你允许只是住过来差100公尺新北市的就窗了，我们这边60米才有机会享受这样的一个居住噪音品质。在这里特别拜托院长，然后那个轨该装